你现在要布置这个了。Ben 啊，你就弄那个就好了。Okay, 反正就尽量吃。不要到时候不行哦，你们俩可以开玩笑哦。快进来，丰田在吃晚餐，等你们。所以要看一下中间拉上的镜头，好红豆。你干嘛被拉下面不开心哦？没有啊，我是从小带你的长脚。酷帅呀！问题是没人，现在只有四个人，六十个人。六十个人。目前96现在要攀升了，请大家送爱心给丰田好吗？丰田会很开心的，哇，一堆爱心跟赞。不送丰田就不要给他们。而且大家可以大量的那个送爱心跟赞给丰田。等一下丰田要送一些礼物出去，他本身非常的大方。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贴文吗？让更多人来看看丰田有多搞笑，人有多好。好吧，有多帅气？有人说彭康威说丰田帅哟。彭康威说谢谢。对，林宇真也按赞，好多人按赞呢。林宇真也谢谢。OK， 有人要赞美丰田吗？丰田会叫你名字哦。我也叫出你的名字，好不好 ？Miki 说 Hello 丰田，他不想 Hello。只有 Hello 太单调了啦，可以赞美吗？丰田最喜欢听好听话了，大家都按赞，189个人，那丰田愿意开始吗？还是要再等多209？瞬间，等我吃完红豆饼，对，你等一下，而且你一定会选红豆口味吗？还是怎样？没有那个，这个不能选啊，盖起来啊，我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哦，那万一可以选，你要选什么？我刚吃了那个什么马铃薯，马铃薯对，马铃薯的超好吃。对，然后还有奶油的、啊、花生啊、什么的。好，要开始吗？开始。等一下，李雅雅，李雅雅说丰田真的很搞笑。李雅雅，谢谢。OK。李雅雅。阿玛。说丰田，我喜欢你。阿玛，我也喜欢你，阿玛。阿玛哦。黄美会问你，丰田好吃吗？黄美，好吃。好吃。好，刘小茹说丰田你好可爱啊。刘小茹。刘小茹。Juliet， 丰田的吃相好美哦，称得上美吗？Julian， 谢谢。等一下，罗凯奇，你可以叫他一下吗？罗凯奇，博凯奇，罗，博，哎，博凯奇，罗凯奇，罗凯奇。呀，因为我戴矫正嘛。对啊，你戴了那个，现在吃东西很不方便吧？对啊，会很容易卡住。等一下会不会牙齿全部都红豆粒啊？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不要。对啊，这样很尴尬耶，丰田。你要帅一点啊，你是既帅又搞笑的一点。那先刷牙。好，那不然你在大家面前刷个牙好了。边刷牙边抽奖。好。来，先拿那个。好，你拿。我们看他在搞什么鬼。哎呦，丰田的包包里面不知道什么好东西。应该很多礼物吧。来，我先刷牙。不然真的。阿妈说你在刷之前可以来个暴走族吗？暴走族刷吗？有，谢谢丰田。真的认真在刷哦。干刷比较好。真的还假的？真的，对不对？对，先不能加水，会直接刷。为什么？这不湿润型吗？会有口水，这才是正确的刷牙方式。對。所以要分泌很多口水吗？对。对，是真的。哦，真的哦。好，颠覆了好多年的那个。嘴巴好黏，很多红豆，是不是？慢慢来，好，你慢慢来。然后，真的没有艺人在直播的时候刷牙，我觉得现在有386个人，386很好、哦。对 ，OK， good。那差不多要开始抽奖吗？可以啊，看你啊，看你心情，你想抽就抽，我们都是很随性。Nora 说你会红 ，Nora 丰田已经红了，没有了。你很聪明。对 ，Nora， 好，抽。他们那我怎么抽？
我跟你讲，我们用一个电脑的软体抽，这样比较公平。好啊，不然这样不公平，我怕粉丝会不开心。我们最怕得罪粉丝了。哦，这里有你们的名字跟答案。对，总共有303个人。不要讲正确的事。几千多个人，三千多，哦，有三千多个人参加留言，答案都是对的。对，答案是谁？阿信，对，阿信，大家都答对了。那这三千多个人，我们要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可以得到什么封帖？来，工作人员帮忙拿好不好？过去。得到可以五月天的护照包，好像蛮不赖的耶。对啊，是 Stereo 的吗？哎，好像不，是吗？我不知道。周边，五月天这次巡演的无限，哇，很好用，公司的周边。你看，可以当包那个。这个你自己很想要对吧？我也想要。那算了，不要送好了。哎，可以这样。还是会要送啦。还是要送，你人好好，丰田人也太好了吧。啊，要是工作人员早就污下来了，没有了，开玩笑的。来，我要抽。好，抽一个人。什么一个人？哦，我们现在选一，因为只有一个幸运的人，所以我们就要从三千多个留言当中要抽出一个幸运的人，这是公平哦。按马上抽就可以跳出来一个。好，我按哦。好，按喽。B。来，缩小。这个人。哦，谁那么幸运啊？等一下。号码是118，张雨农。天哪，恭喜张雨农。那你叫他农农好了。农农小农，张雨农小农，你的留言阿信对，恭喜你可以获得五月天的护照包。哇，好幸运啊，也太幸运。那丰田你有加码吗？还有别的礼物吗？当然有，送你的牙刷。有人要吗？有，一定有人想要吗？想要可以按赞或按爱心。这个啦。哦，要送这个，这是什么啊？我用过的棒子，我的棒子。你那天去香港用的棒子。对，放在这里，然后。这样会有味道，丰田。哦，阿信，不要的。等一下，提。是这个章。十一，你先去闻那棒子有什么味道。我闻这个棒子。对。捍卫，而且你吃一下，不是啊，插在那里真的味道会很重吧？我忘了，我要送这个。好，要送这个，怎么那么好？这是你真的当时在香港弄的？对啊，就是我要送一个人一个吗？还是对一个还你自己决定？你觉得送一个人一个？好，一个人一个比较好，机会比较多。好，那再抽。再抽。等一下哦，还在跑当中。那先送什么颜色？好，先讲了，白色。先白色。好，因为这边这很脏。这很脏什么意思？已经用过。欸，你就乱擦啊。原汁原味的。有流手，因为那一天很累很热，对不对？对，超热。超热，很辛苦。那一天外景超辛苦的。嗯。所以这里面有了我的汗水。对。嗯，啊，那天演唱会其实真的看完，你觉得感觉怎么样？你人生中的第一场五月天吗？嗯，对。要不要再回顾回忆一下？好看啊！好看，就觉得那么多人一起合唱的感觉。嗯，真的耶。对，那个很感动哦。对，真的会，真的会，每个人都会。你有想过你以后可以开这种演唱会吗？当然想要啊。很想要，对不对？对。大家拜托大家支持丰田。好来喽！第一根白棒棒。马上抽。哎。好，缩小。这块。谁？哦 ，Jessica Huang， 黄 Jessica。Jessica Huang， 黄 Jessica， 是几号？对，168号的。答对哦，他也答对。阿信，放大显示看一下他。看到了吗？哎，你按什么了？哦，这是他的大头贴啦。哦，你的大头贴。Jessica Huang， 你得到了白色的。也许他允许你可以获得我的帮助。好幸运啊。黄启轩问你有用牙膏吗？有啊。有，因为他刚刚加入他不知道。嗯，他问你如果要Wayne问你要刷多久。可以
十分钟。哎，有哎张哎蔡张杰他说的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他说：“丰田，你越来越有黄灯辉的感觉。”黄灯辉是谁？是一个时尚玩家的对的主持人，然后也有演电影。嗯，哎呦，那不错。他身材也不错，但你比较好，比较高。哦、OK， 也是蛮搞笑的。老没有到老，普通老，比你老。哦，对。好，恭喜恭喜 ，Jessica。那恭喜哥哥。好。啊，还要送这个黑色的。对，黑色的。黑色的，我的。是差不多。哦。马上好烦哦。好吗？等好，来。好，公平。哎，有了。陈桂罗。陈桂罗。陈桂罗。恭喜陈、欸、是阿信、啊、不过这个模仿什么意思怎样我模仿的怎样明明就模仿的怎样如果什么鬼、啊、恭喜那个恭喜贵陈贵陈贵柔贵柔陈贵柔贵柔是这个桂柔，恭喜你！恭喜恭喜，云贵后的黑色的黑色的棒子 ，OK。这是丰田第一次在百分百的直播。哦，好像是。好、哦，好像是哈、哦嗯，还刷牙也开了。他说你哦，有人说王宇杰说丰田哥你刷好久哟、嗯。啊，因为我盖脚盖啊。所以每天都真的要刷那么久吗？嗯。哦，那你要戴多久？半年多吧，我不知道。那你有因为这样瘦吗？瘦下来？有，那个很腰真的没力，腰不动。腰不动，天哪！那可以吃牛排吗？不行，我有事。真的还假的？喊，又肉是这样子吗？喊一下啊、哦，不行，就吐掉。那可以接吻吗？接吻可以啊，试试看。好，好，黑姐啊、我没办法，我人妻。有谁单身？有谁？有谁单身？好，醉酒了。哎哎、欸欸，你干嘛不给十一面子？本店最最正最美的。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哈。我们只是好玩。只是不知道女生的感受怎么样。会一直痛到流血掉。所以你自己有里面的那个会破掉吗？它会被自己压掉吗？没有，不会啊，我 OK， OK， 目前没事。他说你嘴巴酸不酸啊？不会酸吗？会一点点，会一点点。那我前几天吃了那个黄芥末，然后呢？哦，整个变黄色，好可怕，那怎么办？就马上去看医生啊！我要换，整个要换。你真的？你不能吃咖喱啊！你不知道这些事吗？我知道，我所以我没有吃咖喱，让谁知道黄芥，黄芥末也不想吃。哎、欸，真的耶！好，你去，他要去漱口了，不好意思，他要去漱口。他该不会是跌倒了吧？欸、谁知道不能吃黄芥末啊？真的，我也不知道不能吃黄芥末，我只知道咖喱会染色。哎，对，我知道咖喱会。黄芥末真的很可怕，超会、啊。那就重弄啊！也医生也太衰了吧，还要再帮你重弄。好，好，今天直播要不要结束了？跟大家说再见跟晚安。再见，晚安。送个啾咪什么的啦哟、不要那么无情好不好？不愿意对不对？那看有没有留言啊？好。小不是，他说，哎呦，大家有要赞美丰田的意思吗？不然他不愿画下句点。啊，郭恩熙说丰田你太可爱了。郭恩熙，嗯，我爱你。他好像是美女哦，我看他照片。哦、郭恩熙，对啊，真的，好好看。谢谢，谢谢你。然后，哦，刘咪咪说你的中文越讲越好了。刘咪咪。我爱你为什么你讲我爱你我们都觉得那么好笑啊然后 Suki 说爱你哦 Suki 我爱你 Yubi 也说丰田我爱你 Yubi 我爱你
好好笑，为什么是？你用那个抱走组说我爱你。我爱你。OK， 好，那就再见了。就再见哦，那下次见，okay， 拜拜。拜拜，再见哦。哎，怎么弄掉啊？可以救我吗？尴尬，尴尬。